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就反恐等议题与特朗普达成了共识啊，您怎么看待特朗普时代的印美关系？莫迪对美国访问可以说是一次迟到的会面，特朗普上任之后与各个大国除俄罗斯之外都有互动，印度也担心被遗忘，而美国也比较理解印度的心思，在白宫为莫迪举办了工作晚宴，也算是一个外交礼遇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特朗普与莫迪有不少的相似之处，比如二人都是自媒体的达人，特朗普的粉丝比莫迪多100万，两个人在见面之前在推特上就有比较好的互动，也为我们展示了自媒体时代的外交新形态。当然，两国关系肯定不能通过国家领导人在推特上的互动就解决了，印美关系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。特朗普说已经与莫迪在很多议题上达成了共识，未来会在所有的议题上都会达成共识，当然这是特朗普忽悠莫迪的。在特朗普的经济战略和视野中，印度的地位并不是非常显著，当然如果能够卖给印度军火的话，特朗普会非常乐意。两国可能达成价值20亿美元的无人机的交易，反恐是两国安全合作的重点之一，印度也处于反恐的前沿。两国已经加强情报和技术的交流，但是印度又不愿意卷入到美国的安全战略轨道。印度的外交就是多方下注，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也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，因为印度一直是俄罗斯的传统军火市场，印美接近无疑动了俄罗斯的奶酪。不过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也是有限度的，美国官员也担心高技术装备卖到印度可能会打破地区的平衡。在美国优先战略之下，大国之间的互动会更加随机和灵活，没有哪